是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可是总监，怎么能让我的女朋友饿着呢？不好意思，没事。这是……哦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潇潇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韩总监新来的助理，你不知道吗？新来的助理。小花，晚上盘子，晚上不是说跟我去约会吗？怎么？我们走吧。哎，盘子，你怎么不吃了？是不合胃口吗？不是，那个学长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没有啊。学长，我能借一下你的手机吗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想去借个充电宝。拿去吧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好。刚刚那家餐厅味道还不错吧？嗯，挺好吃的。那个团子，我去把车开过来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哦，好，你去吧。你为什么会有两部手机？你对这女的什么关系啊？没什么关系，她就是个普通同事。我真是受够你了。哎，你看，我男朋友给我买的十根烤肠。嗯，这有什么好炫耀的？十根烤肠而已。哎，你不懂，这是他给我的爱，好不好？哎，团子，你也让你男朋友给你买啊。太幼稚了，没必要。怎么会幼稚呢？188，你说呢？怎么会？我要是女朋友，我一定给她买，要多少就多少。给我买的吗？不是，我给别人买。哦，哎，我要上厕所，今天放着，你别偷吃啊。哼。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孩在偷吃呢？太香了，我没有忍住。这是我卖给别人的，你怎么能吃了呢？对不起嘛，我。那你也不能这么吃啊。慢点吃啊，万一噎着怎么办呢？师傅，那我都吃了，你买的那个人怎么办？应该没事儿，就只能是给我。我给他买了十杯奶茶。你爱给谁吃给谁吃，哼！